这是一些都是当时砌墙的石头进行了二次重砌，另外还收集了一部分，就是从周边收集了一些石块，我们修旧如旧，进行了这个墙体的维修加固。包括这次出土的这些80多件文物，实际都在这个墙体的夹层当中出土的。出土的80多件这个文物里面，你比如说有这个佛头，很完整的佛头，也有这个半身的菩萨像，菩萨像就是菩萨像残件，也有这个其他造像的头像，也有狮子像，另外还有这些莲座等等。它有个特色就是，出土的这些造像主体都是圆雕像。这批造像就是数量较多，体量较大，雕刻是精美，对我们研究龙门唐代的这个造像艺术，雷鼓台区域的历史沿革，古代对龙门石窟进行的保护维修的历史和古代的这个地震史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有重要的这个价值，另外也能加深我们对龙门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开展。